今天是我们的训练笔记节目，今天要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通过训练重拍去来练我们的快速的抽球。那首先还是要通过技术来跟大家再讲一讲这个技术当中的要领。我们来练一个正手抽球啊，当然它是快速的，因为我们拿的是这个训练重拍，对吧？是快速的啊，一定是当当当当，是快速的。但在这个快速当中有几个东西我需要你们注意，什么呢？就是第一个，首先就是重心。这个球你想要把这个球抽到平，你肯定要跟它的重心是一致，比如这个球飞过来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重心就是要跟它一样再打这个球，它才能够平嘛，才能够容易发力。第一个重心，第二个什么？第二个就是为了不把球给抽飞，我们任何时候任何的位置，我们的这个手的脚一定要有这个脚啊，哪怕这个球打地上了，都打这么低了，只要你的这个脚不塌，它这个球永远都很平。来试一个，扔一个给我，看见没有？只要有夹角，它那个球都会平。你们要注意啊，打的时候这个脚一定要夹角。来，快一点啊啊，看见没有？一定是低重心的移动啊，夹角打好，当当，大臂千万不要拉，不要摇，就是不要大臂，不要这样摇哈、啊，这样一摇就凉了。连续50个，对啊，挥，快快快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对，懂不懂？这架好，懂不懂？架好，然后靠这去打，挥。来来，开始，对，可以，再扔快一点，扔快一点，可以，可以，扔快一点，扔扔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，可以，可以，哎，最后一个还可以，角度前面的太高了。平行一点，对，平行，对，你这个角度才刚刚好，可以，不要抽飞了，夹好，飞了，哎，这个还可以，别飞，对，再低都不要飞，角度，对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好球，可以，很好，换人，对，这最后一个还可以，好球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那个球那么低，对，对，可以，好球，对，这个是对的啊，好球。动作打完，动作打完，不要打完球就打完吧，动作，好球，好球，打完，对，对，好球，刚刚那个可以，对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不错，不错，对，好球。就是你们练的时候，你们还是重心太高了，那个你这么高，球在这儿啊，你要从高的网打的话，它就会起啊，你平着嘛，当当当当，它就平了嘛。你们站太高了，然后那个动作也是，你打完这个球夹角夹好，打完打完打完，你打还没打得急什么，夹好，打完夹好，打完夹好，打完打完，它动作一定要打完。包括像我们挑球啊发球啊，如果你想要球稳定快速，动作必须要打完。今天这个训练重拍的这个抽球教学就到这里。